知道了假扮情侣是薛傲怪一手策划的事，我竟然没有应该有的气愤，到最后弄假成真的反倒是自己。天津直，你怎么这么不争气，这么不争气，这么不争气啊！人妖殊途，注定没有结果。但被这样赤裸裸的无视，还是无法忍的。田小姐，田小姐，非得要这样吗？冯东东，想不想涨工资啊？田小姐，东东去了。大乔哥，欧巴，欧巴，大乔哥。这是你为慈善晚宴准备的衣服吗？需不需要东东帮你烫？好。哎呀！怎么？大小哥，烫到了。大小哥，真的烧得好难受啊！大小哥。我给你治疗一下。等等，说治疗一下，还疼不疼？好点了吧？徐妖怪，冯东东，徐妖怪，冯东东，田小姐，我在这儿呢。你们竟然只是不知廉耻！徐妖怪呢？大乔哥先给我做了紧急处理，他出去买烫伤药了。原来徐妖怪不喜欢男人啊！田小姐，刚才为了效果逼真，我是真烫了自己的手。那个工资的事情，田小姐，那个工资的事儿，什么工资的事儿啊？你自己刚刚不是也很享受吗？我再说，这薛妖怪没对你下手啊，还不是因为你长得太丑。